Yeah, close first. Fight or blue? Fight, blue. 他这不是用的钢板，专门的一个跳边器是吗？对，好，OK。那谁先挑呢？这有什么规矩吗？还是大家协商一下就，或者裁判觉得没所谓？都可以。就一般裁判会走过来会问你们，就是你们要哪一边，就看谁先说吧。嗯。这征服了王一涵，看起来要比对手高了很多。对，他昨天算是比较轻松的赢得了日本选手山口茜。嗯，你昨天好像也提到过，这山口茜是最近几年日本比较火的一个年轻队员。对对对，因为他的整个打法就是，虽然他身高不高，可是他能力很强，有力，全场都是打进攻的。可是他这样的打法呢，他会在某几站比赛就是突然冒的会很好，或者拿冠军。可是你要长久下去的话，对手就会分析，就一直分析你，然后找你的漏洞。相对来说，而且他这种战术就只适合于中青年，如果年龄一大的话，他体能上多少都会就是无法保证。嗯，那像王一涵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呢？他也打进攻的。也打进攻的。对，曾经。Ready to play。曾经现在就是女单组的教练吗？对，女单组的主教练。这位印尼的选手，我们前方的记者张宏达呢，也是做了一些大概的背景介绍。应该是年龄已经不小了，能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但实际上年龄已经不年轻了。在最近几年，他的状态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滑。And on my left, Maria Bebe Musumastani, Indonesia. Maria Bebe Musumastani to serve, love or play.第一个球就多拍，王一涵还是很明显的，就是在寻找主动进攻的机会。一般就是，只要对手一般出球不到位，他还是以下压为主。嗯，如果对手跟他拉四方球，然后他也会就是跟着先就是去跑位四方球的站位，然后一旦有机会就下压，然后形成一个往前的一个平抽打。最近一个什么样线路的球，就是你称作的四方球。四方球它四个点，就两个，就是四个点，就是后场两个点和往前的两个点，就是高吊球，然后它会拉开四个角的位置和距离。因为你要先把对手拉开之后，你场上才会有漏洞。
如果对手往中间一站的话，就你看就整个场地就比较饱满一些。嗯，对手的个子比较小，所以他的场上你显得他的步伐的速度也是比较快。他的腿上还绑了一个保护带，对，护膝。嗯，因为肯定他的膝盖有点问题，肯定是有伤。可护具像带护具啊，我们一般就是在一个阶段上面就是要。不理想化的时候我们会带护具，可是我们会巩固这一块的力量，把力量加强上去之后尽可能脱掉护具，因为护具会吸收，把你的力量会吸收，就你会有依赖性。就王一涵膝盖上这个胶布也是对膝盖的一种这种支撑，对，这个固定是为了把它的整个冰肩啊提高一点。其实也可以说这就是他没有去带一个像他这样的护具，只是他这个护具是每天就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打这个固定，也是保护膝盖的一种。嗯。王一涵的力量还是占优势，他在女孩里面属于力量和速度都很突出的吗？他如果在他们就现在来说，他的力量还是比较突出的，然后他的速度也算比较快，只是他的因为他能高，相对来说他的会高嘛，当然灵活性多多少少会差一点。嗯，对手还是在快速的限制四个点，要结合一拍快杀。
且对手还是打得比较有针对性，他没有说，因为他本身的打法就没有说像王一涵这样子有绝对的进攻能力，嗯，所以说他会用他的特长来就是抗衡王一涵，四个点打得比较快，然后通过一些平高球限制他的速度。这种球王一涵你可以看出他的特点就很突出，所以在这前半局当中王一涵其实他打得并不顺，嗯，他还是一直我觉得对手的速度会比他快一点，只是王一涵抓到进攻的机会的速度了，就是有的，可他一直是在抗衡，就一直在顶着对方的十分球的调动。三分。对手就这样左右快速的转换，因为他高，他的左右的宽啊，他宽就是整个人就重心就会高，你左右的就是转身就会慢一点，嗯，就你再怎么弥补你的就是缺陷也只能说弥补一点点，可是你的缺陷永远都是你的缺陷。那肯定享受了身高和这个力量素质带来的优势之后，对对对对，都会有缺陷的。对，那这些短处买单吗？对手他你看就比较小，他的整个力量和速度他就是没有王一涵强，这都很正常的。就看你们的就是一个打法如何去就是相生相克。那是不是现在总体的潮流就还是这种更快更强力量型？力量型就女的当男的用，男的呢？男的尽可能他男的用，因为现在男子打法相对来说就是都在拉掉，你看进攻的特别少。过多的这个多了，抢了起步拍了，把这个叫。这陈金说的好像跟你刚才说的差不多的意思。是。就不要跟对手就过多的这种，陈金奇想的就是说，就是对手在出，你还是要去抓对方的球。就当因为他的出高球相对会比较平一些，就王一涵整个人的状态在要提一点，王一涵显得特别疲惫。菲比倒是进入状态挺快的，对，而且他就是没有遇到任何麻烦。对，王一涵的速度快了很多，可进攻不能急。这个度还挺难拿捏的。嗯，这个是。既要找到进攻的这种制胜的节奏，还不能把劲儿使过。运动员不好做。今天就打到现在为止，算半局球，王一涵的进攻的点的感觉不太好。你看他刚刚头点是。就劈杀直线都偏中路，对手几乎就不费力的就救起来了。
其实落点有时候还是跟感觉有直接的关系。抓对方的一个回高球，所以王一涵现在就是要连得更快一点，就是打完这拍球对下拍球的连贯，就你不能说打完这拍球下拍球相对会迟钝一点，那他的就发挥不了他的优势了，他等于他就是靠这一拍能力就是来反击的。那显得对手今天相对来说，不管这场比赛的输赢如何，可是对手显得比较轻松，比较自如。王一涵今天的这个脸部的状态啊，就是肤色显得比较黄，就是嘴唇也比较偏白，估计是最近太累了。你看面色不太理想。这拍进攻球还是偏中路，所以他也在很努力的调动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。那有时候喊出来了也好一点。对对对。所以在场上就是运动员嘛，就是自己跟自己斗，你首先要把自己就是要提气。才能进入这个比赛的关卡，你首先要过自己这一关。对手显得比较冷静，漂亮，这一拍找到了感觉，所以抓对手的回高球，因为对手的回高球几乎就是没有太多的弧度，以快为主，所以说就出的是平球。就是王一涵的身高高，正好抓住平球了，就应该抓得更好一些。速度还是起来了不少。19-14，已经连续得分了。举点。后面这半局应该算是找到点自己的，对，找到点感觉。
王一涵这边逐渐的进入到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节奏了，你觉得菲比那边呢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呢？后面他的水平也就这样子，他已经从前半局就已经发挥完了，王一涵是一直在跟着在调动自己，然后慢慢的在找感觉，其实这现就刚刚这一直得分的这段时间也不是王一涵最好的感觉，还是靠下压上网靠推节奏，推你只要自己盯住了处理这个节奏，其实就是这一个点，其他动作啊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，然后在积累逆风的时候大打又是背着个大包，你昨天问了吗？他包里有点什么？我等等给他发个短信问问他。自从你说了之后，我好像也变得好，特别的好奇。那你看，就曾经背个包，每个教练员，就我说我们中国队教练员好像没有背包。昨天也挺很逗，就我有朋友也在看直播，我说，因为我说这怎么会背个包？别人我说这包里装的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别人晚上跟我说，他说如果没装东西，那才奇怪。Silver, one, love。这球就急了。两名选手其实论现在来说还是王一涵就是更胜一筹，即便现在状态并不在最好，对，随着比赛推进，我估计尤其到了后面更加关键或者激烈的场次，他们的状态也会提升吧。现在，就第二局吧，就是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，他起拍啊，就是打完球举拍这一下都快了很多，起身也快了很多。那这应该也是一个更积极的信号。就是他这个，比之前的状态好一些。就是你起拍快，拿球才能快，不然拍子一直在手，就是在手的下面。明显状态就是一下子就是有不一样的点。有时候局外人的提醒还是挺关键的。有时候还是需要的，就是特别在你对一件事情就是产生怀疑的时候，或者是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，有个人跟你说你坚持下去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就无形中的一个力量。5-1。现在局面就是王一涵通过他的拉开创造进攻的机会，限制了对手，就对现在很。场上就是对手在跟着他的速度在走，
然后从中用他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技术或者动作，突破王一涵。跟第一局的相比的，这菲比的得分已经越来越难了。很难，没有一个绝对的得分优势。6-2。接发球的一拍停顿。其实他现在，为什么他打走不上去了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制胜的一件法宝。嗯，他没有，所以说他没有说只要这一招我使出来，对他没有这一招，嗯，就走不到最高点。这一招就是先天给你，不是后天练出来，他就相对比较平均，在中等的层面来说，哎，别人打他就很困难，再往高走，他打别人就很困难。其实在整个比赛当中，在场上他也是很兢兢业业在打，嗯，现在他想通过接发球第一拍呢，突破王一涵的节奏，所以他在手上的动作就会多一些，然后这样子他就其实也破坏了自己的一个打法，可是他要因为这场球改变自己的战术，可是又不是他自己最擅长的，可他还是挺努力，就是在做一些改变。嗯。那其实没什么信心。10-3了，分差已经越来越大。接了球，11-3。12-3。It's over.
在间歇完，对手的速度还是有加快很多，尽可能还是想多拿几分。就在单场上的速度已经慢，就像这个球往前，王一涵的往前还是就是接球的时候有很多停顿，当你速度一慢的时候，就是反应也会随之而降。嗯，你一开始就提到，就是他一开始可能是打得挺快挺积极的，就会越来越累，然后这速度和节奏就降下来。就像这种比分上面是15-5，就不存在任何的战术，就是，你就正常打就可以了。6-15。因为对手他因为这种比分上面他也想多拿几分，所以拿分条件就是他的要求也会高，因为现在王一涵的整个状态特别好，所以他一旦就是球不到位，王一涵有可能就是抓到他的球打下压或者是突击。好 ，silver 7-17。
比赛马上要结束了啊。他对手在第二局当中也就没有见到一丝机会。20-9，到了赛点。虽然到最后一分还是一个比较长的回合，最终还是王一涵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21-9，这是第二局的比分。前面的两场比赛，男双和女单都没有任何的悬念，中国队获胜。Match won by 王一涵，21-14，21-9。